刚一下车，领导就叫我去加班，万万没想到的。哎呦我！干啥呀你呀？哎呀你！碰瓷有这么碰的吗，大哥？你跑这么快干啥呀？还赖我？我一个女生，我啥事没有，你飞出那么远，你觉得正常吗？哎，你先回来了。干嘛呀？我录个视频。领导刚才让车撞了，这补了盖儿，这跨物轴，没一个敢动换的啊、哦！今天是加不了班了。演完了吗？演完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我是什么？你是坦克呗，要不然能给我撞这么远出来呀？真是服了。哎。